你们家有没有特别爱囤东西的老人？早上呢，我婆婆让我帮她去柴火间拿东西，我就忍不住想吐槽一下。我婆婆特别爱囤东西，你看一下这个柜子，这个柜子啊，我们小时候那种小卖部的柜子，那是30年前，然后在老家有开小卖部，柜子还在。然后这个摇篮，婆婆说摇篮呢这种东西不能丢掉，一定要放着，等到孩子长大。他呢以前本来要给我儿子睡，但是我儿子我们又买新的。然后啊，这张桌子起码有30几年历史，然后这个桌子很多年很多年，然后那个风扇也很久。然后再看一间柴火间，是装修之前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啊。这里的你看，这些锅碗瓢盆，我们家的锅碗瓢盆特别多，那些都是我们每次淘汰下来的锅碗瓢盆，全部运回老家。然后那些油瓶里面那个木桶，看到里面有个木盆了没？那个木盆有40多年了。然后去年我公公是砍了一个木盆下来当柴烧，然后被我婆婆 KO， 飙出了金句 UCKN 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终有用到的时候，你为什么好好的东西给它弄掉了？然后这里面你看一下，暖水瓶啊，什么什么，全部堆在这里。你说这走都走不进去，它会去用吗？好了，这只是其中一间哦。你再看一下另外一间，这个桶，各种桶还有缸，里面都没有放东西了。啊，你觉得这个电饭煲还能用吗？你看那个饮水机，还有那个文件柜哈，然后这些椅子，这应该是我老公以前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工作室撤下来的，搬来搬去的都舍不得把它丢掉。你说那东西会去用吗？就一直囤在这个地方，各种你看什么箱子，那些箱子有40多年的箱子，然后床，我跟我婆婆结婚的床啊都还在，这个好像我婆婆说30多年了。看一下这两面的货，这个东西啊是10年前我老公做跨境电商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东西，还放着，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反正就一直这样放着。然后你看这些家具，很多套家具都是我们每一次搬家淘汰置换下来的家具，全部都在。这张桌子就是以前我说的我们第一套房子100多块钱的桌子，在这。然后你看一下这个衣柜，是我婆婆结婚的柜子。哎，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字，特别有意思，喜种宜兰草，平开极地花，1981，我婆婆结婚的那一年，1981年。这个柜子是建这栋房子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买的一个柜子。看一下，没有想到里面还会塞东西吧？你知道我婆婆这个，我婆婆总共有6个大柜子，然后里面的东西都塞满了。然后我婆婆一年就在老家住1个月，所以大部分柜子里面放的东西都是她不常用的，但是她都不会丢。你看一下这些收纳箱里面的衣服，基本上都不会去用的这些东西。老家东西堆这么多，我其实都无所谓的，因为这是我公公婆婆他们建的房子，人家建的房子想要怎么放东西是人家的权利，我是无权干涉的。但是我婆婆大部分时候都是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在城里的房子。我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我们家所有这种角落的地方都塞满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就是这样子见缝塞的那种。然后我们家阳台上都是那个纸皮油瓶啊，瓶子啊，小孩不要的玩具啊，哇，堆的阳台都是。做人家媳妇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你不要妄图去改变一个人的习性，真的，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还有他的生活习惯都跟他几十年的一个生活环境、阅历、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服我自己，劝我自己去理解，然后再去包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你看我婆婆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的莆田沿海农村特别穷，那时候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所以那一辈的老人呢，他们都非常的勤俭，然后都很爱惜东西。那我们两个就是两个时代啊，那怎么办呢？比如说他
喜欢囤袋子，我就给他放个收纳袋，哎，以后咱们都放在那里面，那他堆东西在那，那我就给他说，哎，咱们这个东西放到这个柜子里，开始的时候就他放我收，他放我收，那久而久之婆婆也不好意思，然后他就习惯把这个东西哎归到那个地方去。那你们发现我们家虽然堆的东西很多，但是还算井然有序。我公公就是同宗，就做了很多，每次他会帮我一起收拾啊，一起这样归纳，所以呢就是乱中会有序。其实我婆婆她相对来说她是听得懂道理的，还是比较好。我们虽然说矛盾很多，但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俩就吵过一次，然后那次吵架之后我们俩变化都特别大，我婆婆的变化是最大的，就足以证明老人家其实是蛮通情达理的。就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一定要包容，只有会包容，一家人才能生活在一起长长久久。